踩一下那个豆子，你看那个豆子很长哦。就这个就可以踩。这些都是，有一些都有虫吃了，因为这个很少喷药，算是半有机的。就种这一行而已，前面那一行，前面半截的话是比较早采，后面的半截的话现在才开始采。旁边这行是那个丑豆，采了一大把。